中道河专注颗粒水溶肥，出口全球46国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发往国内的啊，这是巧克力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我们那个巧克力工厂啊，所有发出去的货必须要保证100%的合格啊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追溯码啊，一带一码啊。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发货啊，都必须经过这个层层的筛选、检验啊，包括这个封口线啊，我们必须要。啊，不能松动啊！包装破损呢，我们要挑出啊，及时的筛选啊。再一个呢，包装不能太脏啊，必须干干净净的啊。2013年，巧克力啊发明了颗粒水溶肥，开创了颗粒水溶肥这个新的品类啊。直至现在啊，那个我们已出口到全球啊46个国家和地区啊。我们那个助力全球农业增长增收啊，这也是我们的那个使命。大家看一下，目前我们的工人啊正在这个装货啊，每一包产品啊都是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把关啊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加装人员啊，就是通过这个对产品的这个监督啊，装车现象啊，就是保证啊我们的用户到我们的这个仓库啊，就是必须保证我们产品100%的一个合格。然后不光是我们的产品，包括我们的原材料啊，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化验、抽检跟那个检验。啊，有好的原材料，你才有好的产品。我们颗粒水溶肥不同于那个一般的这个复合肥，包括使用方法上更便捷，有撒施、底施啊、锥施啊、水溶、滴灌、喷药灌都可以使用，而且效果养分更加的全面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这个巧克力啊已出口到全球的46个国家和地区啊，全球的农户啊对我们这个产品非常非常的认可，选择颗粒水溶肥低人巧克力没有错。中国的巧克力，世界的Cocoly。